你这穿板板正正的干什么去啊？出去吃饭呀。几点钟了你出去吃饭？走啊！往哪走啊？我馋羊肉串了，我想出去吃羊肉串儿。你馋羊肉串了？啊，哎，走。馋什么羊肉串啊？啊？你怎不么了？看看你现在都啥造型了？你还羊肉串啊？啥造型啊？走啊，去不去啊？你看看你现在肥的。肥？啊，我这么瘦，你告我肥啊？还你还瘦，腰粗顶大的，那个腿赶上象腿了，没法看。你别在这胡说八道行不行？我怎么胡说八道？还赶上象腿了，还腰粗？你怎么在这瞎说？我怎么瞎说？胖就胖，怎么怕丢人呐？还瞎说？我90来斤，我胖啊！你90来斤，啊！你可别给90来斤人丢脸。你还90来斤，哼！我好久没称体重了，以前称不是90来斤吗？92斤吗？你现在一看，怎么地得有个105斤？你搁这瞎说，我还有105斤。我怎么瞎说？我一点没瞎我说。是胖了点儿，我是生完孩子之后我胖了一点儿，但是也不至于100多斤呢，也还105斤。你怎么不说我205斤啊？你250。你我上次称92斤，我这我蹭死95斤，我还105，你怎么那十斤秤怎么谁给我涨上去的？你拿嘴给我涨上去的？你自己找的，你搁那胡说八道什么？哎妈，巴豆，就去吃啊！吃啥吃啊？我想吃羊肉串儿。你可拉倒吧，你自己称啊！你要不知道，你他妈，你要是90斤，我领你吃。我一天92，我本来就没有90斤呢。要过了百，到百了，完了就老实搁家待。你去把秤拿来去，我还不信了呢！我撑死95斤，我还一百还零五，撑死？你都不撑死，都105；要撑死的话，那120。拿秤去。哪里哪？肥肥上秤。谁是肥肥？我90多斤，我是肥肥呀。啊，你对你90来斤。是的。嗯？哎呦，我去，103.7公斤啊！看好了，是啊斤。啊，斤。我90多斤啊！哎，你90多斤，哎，103.7。又不是你称的，又不是你称的，哎呀，你称，我顶多也就是120、130嘛，你一称，百你三称，四十斤来，呢。你称，来，赶紧上来，来，过磅吧，你可是过磅谁吧？怕谁？那、201.4斤，嗯，哎，你不130吗？啊，你逗我呢？你那是130啊？你301吧？你还130？130公斤吧？啊？那70来斤哪来的？哪来的？啊？今晚吃的多。还130，200斤，还笑话我，笑话我100斤的人，我衣服还没脱呢。怎么？我200斤怎么？对男人来讲，200斤那叫壮；对女人来讲，那200斤那叫什么那我肥？200斤啊，你100多斤，我一半呗。对。我100多斤，我穿大衣，我里边毛衣，我里边穿的就衬衣衬裤穿老厚了，你怎再么他妈说？厚，他好给你算，剩下你还有10斤呢，你这200来斤的人还来笑我，不到100，不是100来斤儿。103.7，你烦不烦人？去3.7，给你去的那还100斤你烦不呢，烦人？啊，哎呀妈，去，过百给压回你来。看这就是过百，要是你不过百，90斤你能扒拉不倒我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对不对？哎呀，哎呀，我胖，我有劲儿呗，我能扒拉动你对呀，呗。女人过百了之后，就给男人一种什么压迫感怎么？啊？像悍妇啊？减肥，不去吃。